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八人军场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这三场的话由文和乱天下、红尘摘星、堪力玄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局啊。那么第一局这边的话，我们是一个远位的大反贼，主攻借马超发型师啊，全军透明小鸡鸡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全军透明小鸡鸡，我们远位反贼选了一个张松，还可以。借二爷的话，毕竟距离有点远，你要想杀鼠可能有点难。然后的话，小胖刚才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好，那么这边的话，看一下场上将面啊，像这个庞德自带锦衣的人，在主攻贴主还行啊，可能偏反一点。教主这里也是跟主攻这边啊距离这么近，如果他选反贼啊，这个是反贼肯定是不可能的啊，主攻克你教主，哎，这怎么可能反贼选这个？那么就应该是偏中一点，想利用这个锦衣到时候玩雷击啊，玩雷击。法阵这里给庞德选货跳反吗？这个打的什么？但是他没有恩怨啊，没有恩怨。那你锁锁连环，这应该是跳大忠诚啊。那这个打的也不好啊，也不好。你这个直接给主公啊，来一个大铁骑，全军偷鸡不就行了？而且主公不玩的话呢，直接刷一张牌，那也可以的，也可以的。那么这边啊，当然啊，刚才锁锁连环一个九骚盯着一个可能啊是反的二仗，这边的话瞬间崩了这边四邪，好评啊，好评，九杀好评。那么过河拆桥拆白银，瞬间回血回起来。那边的话火攻法阵啊，估计这个就看一下牌，有逃啊，有逃。容我过目，即刻用来。那么容我过目，即刻用来。看我们张大帅哥无中生有，博闻强志才能啊，才能啥啊？没听清了。那么杀一刀的话，这个也不扔了啊，不扔灌石了，直接弃牌给二张啊，直接弃牌给二张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样也行吧，弃牌。那么香香的话，由于刚才二张还是忙给香香贴装备啊，这个风险可能有点高啊。毕竟我们这边看得出来，前面三番后面三个人里面啊，这个香香中的概率比较小了。当然啊，这里啊赌对了那就好。那么现在整个将面啊就这样明了，香香的话再找二张睡一觉，整个反正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稳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场上将面的话啊，可能啊反贼啊主轴方面强，可能强在马超跟教主可以形成杀闪配合，这边教主的位置还算可以啊，马超可以杀他，左慈可以杀他。那么我们这边配合的话，应该来是以二张为核心去打呀，固阵配合他弃装备啊，或者玩大固阵大直剑是吧。香香一旦满装之后，我们这边肯定是直接线上死徒啊，拿装备贴香香的热脸，直接给他送爆发，送爆发。那么这边的话，那边哎呦，这个我们这个跟我们非常有竞争力的庞大帅哥也出现了。那么他这里开个南蛮的话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们直接无懈了庞德啊，无懈了庞德。那么再杀一道教主，天雷助我。那么这个黑桃，哎呀，还好啊，没有黑桃。这要是有黑桃的话，反贼就崩盘了，反贼就崩盘了。那么除非香香手里有桃，但是你香香手里有桃的话，你这也救不了全军啊，只能保自己啊。那到时候只能二张跟香香两个人互撸了。但是护鲁香香一旦满装之后的话，二张的能力就有限了。当然啊，那香香刷了一波牌之后弃给二张做防御也行啊，也行。收人钱财，收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主公竟然断杀啊，竟然断杀。那么这里啊，其实啊，这里借刀鲁人啊可以选择鲁香香啊，鲁香香。庞德的话，这个不是主力啊，主力在这边二张张松香香啊，二张张松香香，你刚才这边都没有防具是吧，直接杀一刀。当然牌多的话不一定能杀中啊，不一定能杀中，只是这么说啊，只是这么说。那么过河拆桥拆一波，拆一个距离，好评啊。桃园结义开一波，赞。那这样之后的话，整个反贼的将面又起来了，又起来了。踌躇不前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，继续强制，即刻用来。那么容我过目，即刻用来。基本牌刷一波，基本牌刷一波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可以灌石灌一波，然后他要那个，我们就扔一张牌嘛。
这个地方过差拆木马更好一点啊，拆木马更好一点。你让木马给他们留出来就有点不太好了。那我们这里啊，留顺手可以啊，这样的话可以顺手给香香啊，可以顺手给香香。哎呀，这个给酒不对啊，给酒不对啊。你这里给顺手啊，给顺手更好一点啊，这里我们打了可能稍微有点瑕疵一点。你这里注意啊，给一个顺手，然后木马拿过来，香香又可以玩木马了，那就更好了。有香香的木马，有反正有木马了之后，这个收益更加高了。你这个顺手可以刚才给他，这个打得不好啊。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应该来说最佳的排序过差没有问题，然后顺手可以拍给香香啊。慢慢的这个攒优势啊，攒优势。那么现在的话，这样之后，那边教主开个五谷，一人一口酥啊，一人一口酥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血还行啊，一血还行，就怕叫住一个天雷助我啊，雷公助我，那么我们直接两血崩掉啊。这边左大爷的话又玩锁锁连环捆绑 play 啊，通通连起来吧，通通连起来吧，通通连起来。这个通通连起来的话他倒可以，那么左大爷这个地方木马也不流出去，应该是偏内了，已经跳内了。这样继续锁锁连环杀一刀教主，呼风唤雨驱雷策电。那么桃子一马我们从这个鬼门关给救下来，反贼一人一血，瞬间的话这样就有点惨了，有点惨了。那么这里的话一人一血，只要这一轮不死啊，只要这一轮不死，那我们还有机会。想想有桃，对啊，这个牌刷这么多，有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庞德这个地方线图要稳一点啊，这个线图估计只能等到香香那一回合，让他睡一睡啊，再可以线个图。紧当稳固内库，以御外患，二张贴，再贴，再贴，再贴，贴贴贴啊，贴贴贴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容我过目，即刻用来。即刻用来啊、嗯、这个地方啊，二张可以给一张顺手啊。注意啊，我们是有线图啊，这个地方还是没有想到线图木马流出来用起来那样效率更高呀，更高、啊、这样的话就是强刷装备了，强刷装备。黄天继父苍生何为何存啊，何存。这样的话虽然啊我们这个没有打到最极致，但是依然啊效果还是出来的。二张继续大孤阵大直剑，我们这边继续线图香香刷装备啊，香香刷装备。刚才由于已经睡过了，这个地方肯定是睡我们啊，毕竟还有线图，如果不成功就直接掉血了。最后注意一下左大爷裤裆套乱击啊，这个乱击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赞的，只要他能两连击，那么啊，或者说啊能够收一个反贼，那就是滚雪球了。当然啊，这里香香还有八卦，说不定能扛一扛。那么看看庞德能不能被收，桃子救起来，好评啊，桃子救起来好评。那么左大爷你没能收到人头之后，那个马车那就不怕了，你收一个人头啊，给你收就是啊，给你收就是。那么给你收，那你打不崩我吗？那么这边还添过乐不思蜀，那么二张的话手上还有顺手战羊啊什么鬼的啊，菊花刀来一发。那你要菊花左大爷吗？但是这个菊花的话希望再来个九就好了，一刀毙命啊，一刀毙命。那么这里二张没有自己装上菊花刀，砍一下左大爷啊，容我过目，即刻用来。无中先开出来，先过牌。那么九炉啊，九炉刷一张，杀一刀，再刷一张啊，九菊花CU 拉拉。那么最后一堆牌的话弃掉，弃掉给装备，我们直接两张装备现图啊，此诚相信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基本就是结束了。那么我们的现图跟二张的固阵都是为香香服务的，都是为香香服务的、嗯、那么过河拆桥火攻再来一发，咚，过河拆桥再来一发。那么这样的话还有大菊花，大大的菊花。
那么这样的话，明的无懈肯定是这个五五放稳赚不亏啊，这样又刷一波，又刷一波，那么顺手赚羊，给呗，给呗。我已诚心相信，君何处处不欠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一局还是比较赞的，主要打了一波配合。且看此图。最后主公还有一些不让你们收人头啊，自残啊，自残。所以还这一局还是比较赞的。我们这里二张跟张松啊做了一波大辅助啊，大辅助配合打得不错，但是总感觉啊那个木马顺手没给出去，木马不顺过来啊，有点，哎，有点那个，心痒痒啊，还是觉得这个木马香香走起来之后呢更是牛逼啊，更是牛逼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局，这边的话我们是一个七位啊，后位的忠臣啊都是比较好的，那么。国家在那边的话啊，一号位选了一个家兽，那么我们这也是个小兽啊，也是个小兽，就看怎么打了，就看。那么扎拳在这边打自横啊，那边诺英，哼哼，都归我来，都归我来啊。那么弃牌杀的话也不盲狙啊，也不盲狙。那么五谷分灯，这个五谷分灯开出来的话不像忠臣啊，非忠臣啊。嗯。偏反啊，偏反一点，我们看看怎么打。青钢装起，然后呢乐不思蜀下家，那这个可能是偏内一点啊，这个位置你开五谷什么鬼是吧，那后面都减剩了给主公。乐不思蜀乐中，司马的话直接改判过了这个乐不思蜀，顺手斩羊，呵呵呵，然后的话再杀一刀。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跳明反的，跳明反。那么看一看农民这个地方，屯田日当午，火攻搞助攻，那么竟然啊，然而并没有啊，然后并没有，这边选择了直接搞主，那你这不如搞香香啊，火攻中一发，杀带一刀直接带走，火攻这里继续搞主啊，反正现在策略竟然打得这么浪啊，竟然打得这么浪，这个竟然啊直接给了一波，那么这里点尾杀我们可以卖一波，这么多桃子你不卖。你看这又来了两桃是吧，这个有点浪费了，差评啊。这个当然啊，我你要有乐这边还有无限呢是吧，所以的话刚才这一杀应该必卖必卖。那么左大爷这个地方九卢主公四张牌卖出去啊，并没有卖卢死，那么现在将面应该来说十分的明朗，然后的话孙权这个配合跟主公应该来说还行啊，毕竟大制衡废牌可以塞全扎拳啊，让人强过牌啊，强过牌。那么青龙偃月杀一波啊，青龙偃月杀一波，然后最后漂亮啊，把典韦的闪逼掉之后开一个万骑骑鲁啊，万骑骑鲁。那么这一波必须卖了，必须卖了，再不卖就浪费桃子了，又有桃啊，桃子这是这手气啊，好的不行了，好的不行了。那么扎拳无中生有开出来，过河拆桥拆桃，好评啊，好评啊，决斗来一发，掏个弩子啊，不是掏个距离。那么这个九弩啊，九弩漂亮，干得漂亮。是注意啊，这里的凉血我们是没有办法救的，没有办法救。那么奇异的事情这边出现了，我们这应该是跳内奸啊，跳内奸，直接保典韦啊，直接保典韦。这个保的有点不太看得懂啊，其实，没有必要啊，没有必要。你这个地方香香的话，刚才应该是那个位置开五五啊，这个已经有点暴露身份了啊。给扎拳收就给他收嘛，到时候他的话，而且这样的话是，是那个弃牌的，你也不用担心内奸养得太肥，是吧？那么这里的话选择了去搞香香，我们这一回合啊，注意啊，已经开始非常有心机了，直接救香香了，跳中跳回来，我们这一回合爆发之后，那就可以呀、啊，这个出来收反贼了。顺手转羊顺一刀，哎，有一杀，好评啊，本来没杀的，本来没杀桃子，救起主公手里的桃子都溢出了，那么再开一个神南蛮啊，神南蛮，那典韦估计也可以死了，想想就不管你了，那该出杀的都得出杀了，这你还谁敢挡，典韦没杀，足啊足，主公快走，主公快走。那么这里你看啊，香香他这时候娘柱还自己摸啊，自己摸，这肯定有问题的。
国家这里一残血还行吧，不是太担心的，不是太担心的。索索年环好评，国家一血残，一八卦一加一啊，都是可以的。那么扎纯这里乐，我们这个跳内，看看怎么打，看看怎么打。想想跟扎纯这两个人啊，都有问题啊，都有问题。这时候乐我们啊，这还没看懂。主要我们刚才那一旧典韦啊，一旧典韦啊，这个肯定是身份也有点迷糊，有点迷糊。我有办法。农民这个常识你就不懂了，是吧？人心一邪，你再怎么九杀都九杀不了啊！再怎么大菊花，那也菊花不痛啊，菊花不痛啊！你这打的什么鬼？你这索性啊，九杀扎群啊，九杀香香啊，是吧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么那边顺手转羊，何须记红妆？你看啊，香香这里的话应该是借刀掳人啊，借刀掳人。香香这才是真正的大中军啊，大内奸啊。让西梅，那你这个火攻，你已经跳内，你还去搞反贼？这俩反贼啊，司马那就是一个小兽，完全没有什么爆发能力啊。农民的话，现在离觉醒还没觉醒，而且空城状态，你这个怎么可能去火攻那边呢？这个不对的，你这打法不对啊！你这肯定，你既然诚心诚意跳内奸，那肯定就搞孙权了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救国家，直接救国家。那么毕竟牌都用光了，乐不思蜀解掉，无中生有开出来啊！这样的话，直接杀一刀，南蛮开出去，人心主攻啊！注意，有装备可以人心主攻。那么司马该死就得死，农民该死也得死，这一波漂亮，玩得漂亮，这一波玩得漂亮。那最后的话，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可以拆一下香香吧，香香这个名的跳内啊。这个估计是仇恨爆发了，仇恨爆发。那主公这里都直接看戏啊，想想，哎，想想他不动啊，不动啊。你作为忠臣，这时候肯定去砍一家的，你不可能说这个还不动啊。那你吃个桃，那我们留一个年奴啊，这个留一个年奴还可以保保主公啊。火攻来一发，再杀一刀。这个你想内奸留存实力没门儿，没门儿！你真作为忠臣肯定是削弱孙权跟曹冲两方面，不可能还说进行弃杀这种保守的打法的，还留一锅差一杀，你是不成气候了，不成气候。这一局啊，其实打得挺心机的，心机的。那么个保典韦的话，可能是出于想收人头的考虑啊，想收。但是你收人头之后的话，这边送扎群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是吧？你人头那边左慈反正残了，你到时候可以收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最后一局大忠臣啊。那么春天这一局的话，忠臣的话选一个比较爆发的武将啊，树霸啊。树霸的话，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不喜欢，就是由于他过盘量太高啊，太高。当然啊，你过盘量高的同时啊，这个肯定是有这个风险的，必然是首当其冲先死啊，要你三斤死，你便当就得吃啊，便当就得吃。那么这个九杀是直接跳反贼了，那么我们这里的话，无中生有开一波，南蛮直接开出来就行了，直接开出来就行了。那么过拆的话，估计会拆个诸葛恪。易如反掌啊！结果拆了一个八位的大师啊，那也行啊，也行啊。大师这个比较偏反一点。那么这里教授啊，济公继续开南蛮，哼哼，吃我两记南蛮啊！那上来的话，两 A 还是可以的。那么教授藤甲也不穿，藤甲也不穿啊。那么庞德的话，吃桃直接过啊。那边乐不思蜀，那这样的话，将面应该是明朗了。那你想想这个开这个万箭是为何呀？这个万箭开的我只能说差评了、不好，这个万箭打得不好啊。我才是皇帝啊！那平点然后制棒啊，那这样的话桃园回一血啊，无懈还打一波。那边的话大地盟鲁鲁鲁，你们都得听我的号令。那么这个地方，哎呀，主公还真敢拼啊，真敢拼啊。那当然啊，他一点的话还行啊，一点还行。那么救倒你大师啊，救倒你大师。那么决斗一发，南蛮补刀，给我死，死不死？哎呀，桃子救起来。无主圣明，
无主圣明则披尘俗，沈好才曹植是一个那边送梁祝啊，送梁祝。这边教授的话看看，然后庞德教授不动了，庞德的话开个五谷，有大家发个工资，发个捐粮，兵粮寸断。哎，这兵粮好评啊，我们就有点伤了。那边的话杀一道大事，然而神八在手，香香顺利觉醒。那觉醒后面对我们吃桃的话，那就还是好的。狗马何须系红妆？娘主香香在场上啊，我们的敌人当然希望他晚一点觉醒啊，晚一点觉醒，否则吃桃完全被控住。我才是皇帝。五鼠联盟，换一波，继续换一波。那么这边杀一刀，哇，可惜手牌不够呀，否则灌石强中啊，强中。这个粘弩杀我们直接闪掉，还有一个冰娘，无懈好评啊，无懈好评。锁锁连环，这里的话可以锁一刀主攻啊，这里没有锁主攻啊。你如果这里想要收大师的反贼这个人头，完全可以锁上主攻，到时候啊，这直接利用这个属性差呀，多好啊。是吧，可惜这个地方，当然啊，这里啊因祸得福，塞翁之马焉知非福，是吧。教授这个地方直接一个九火烧，那这个铁锁刚才应该是锁赚了，锁赚了。命系元氏火攻我们的话，那你旁的火攻捆上农民啊，捆上农民多好。那么现在这两个内奸的话，感觉农民更像内奸啊，更像内奸。那么香香的话砍主，乐不思蜀一贴，大姨妈一护，主攻国泰民安啊，休息吧。那我们这样的话，哎呦，两杀再砸一刀，我们这就要死了，这就要死了。教授不救，农民救啊，农民救。那这样的话，农民既然救了，教授更加偏内奸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反贼如果把树霸收掉的话，肯定是利于内奸的控场的。那么直接一波牌之后的话，这个留一九做防御，那边教授的话。内奸弃牌啊，弃牌在还控反贼啊，还控反贼，但是反贼现在也比较弱了，你这个时候可以适当控一下忠臣啊。当然所以这个身份也是有点迷惑啊，不太懂。那么主攻江东子弟，吾乃江东小爸爸，吃我一记大决斗啊，过河拆桥，再来一个杀。哎呦，这锁锁年华，这肯定是灌石甩一年，该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奥才没高起来啊，没高起来，那教授是鸣叫内了，鸣叫内。那你刚才就不该乐呀，怎么可能这时候还去乐反贼，这时候肯定是反贼放出来打一打忠臣啊，打一打忠臣。那么再一次毒无口中，苟活于世啊，苟活于世，主公神刀在手啊，神刀在手。那这样瞬间的话应该来说，哎，这个火攻我没命中啊，这个给红桃没办法，这个杀还真是红桃，即使火攻扔掉那也是没用啊，最后还是起牌石碑啊。农民顺利觉醒，那这样的话瞬间这一波带走啊。那我们这一局啊，主要就是在这个主中两人的各种桃子神桃救起的情况下，把内奸啊打得没有机会了。那最后内奸的话可以直接投降了，那么其实树霸的爆发还是有的，一开始就完全的就有点把大师给控制住啊，第二轮的时候大师直接控到一些好评啊。这一局就是重点啊，在于就是有些细节分析上啊，武将打的或者说还是就是还行啊，还行。忠臣树霸这个选将也没有问题啊，毕竟你要选输出啊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三场八人军争就到这里，最后谢谢大家。